foot.当然，伊咧报袂，咱拢讲共款。
啊，
应该先来看，还有看过来，就是不用来。
讲真正，有阵时哦，时阵哦，感情作势啦。你看，咱先生先生三，对个，啊，去见郑太，还是伊咱今日郑太，哦，你看，互咱咱自己做个心情，所以讲也是啊。咱卖讲咱先考还是无先考啦吼，咱伫家庭活动当中，哦，当然咱有伫在当中，你看。先生，你把人保护起来，不然人家把人毙，他不知道。
所以讲咧，较早迄个拜本身菩萨。
当中，讲孤独，孤独者。
天天同学请起。
变数。两天，我早上是有个事，两天。
信啊，吼，啊，人有诶时阵，咱知影关心菩萨，伊嘛是大慈大慈啊。所以讲，有诶人是千万的，伊是为家己，哦，嘛毋是为了医生，哦，嘛毋是为了伊迄个取消在贵个人啊，伊为了健康，他咧用心啊，讲看诶用心老多心，诶，不辛苦，这是人大慈。
就起心了哦。他蛮清晰的，好清晰嘛哦，清晰起心。哇，这清晰跟起心全分成归归来这分不出来。从行即行可以当天，哦，即行可以当天呢，那就叫清净的心。啊，这不比赛哦，这心哦，看在阳光下，那的确上得阳光哈，烘焙。对不对？所以讲呢，就特别好，还讲啊，形形色色。所以讲呢，这伊家己讲有关系，只要你诚心，只要你实心，下功夫，真修实的当中，哦，当然，这当中呢，就会继续，那个继续。那你赢的是七六，哦，我讲我搞不了啊，但是我也不搞，搞不了啊，所以讲这场球呢，七百多天，就是咱的核心，还有这个，所以讲呢，伊甲你讲，这个林书记嘛讲人，人也是人呀，他的人是多呀，哦，这个。咱人本来就是有诶物件，咱人爱做诶物件，咱就是头拄我讲诶，本身就是有诶物件。阮就是发自言辞啦，总共有啦，就是多啦，哦，就是多，迄就是多，就是交多配伊，就是拢中医体。所以讲，伊较早以前，伊嘛是讲一句话，讲伊分主之意，轻视啦。今年今次就是讲交咱交咱动物不共款，咱人就是哈三代是万骨是英雄，太遐事情。所以讲较早阮就讲，咱有咧树人嘛吼，你人心树人，千这万叫千心，你初心，树低千世性来因，但是哦，人心不如初心多，应该何时多初心？你敢捌听过吼？哦，你若讲唔懂用心，用心若唔懂这个心啊，若唔去修心养性，若唔用用这个心咧来去功夫，唔去修的话，当然啦。咱这去，咱这看就是啥物哦？你看迄个蛇啊，修过来生灵，修过来百年，咱去生灵灵咧，你灵灵啊？哦，你灵灵，伊还讲是咧。
那拢讲温主甲亲像啥物都共吼，伊讲见其声不忍见其死，闻其声不忍是其欲，是以温主演观后。吼、哦，就是讲伊是人的天路。伊讲见其声不忍见其死，人听伊有啥？当然，伫这当中，咱有这个半身之间。
乐呀，意外就是一乐跟意外有什么？哦，又等下哦，当然，你那又，你看卖啥物件？心肝甲心内，心内物件，必须对咱心内会共鸣嘛。所以讲心，心你无看来，当然爱靠对咱物件，爱嘛不是靠咱物件，啊，而且。讲迄个众生所以不得真多，是为妄心贪欲济，执着多，执着愈济，啊执着愈济时，将来就愈济，啊将来愈济，无就是做好做歹的人当中啊，伫迄个过程当中，也是爱影响着咱，互咱个内心啊，哦，伊会当个得到个自在解脱，哦，要达到迄个彼岸。当然呢，在这当中，伊毕竟咱信佛或者解释，就是有话就是要了解伊过去，伊行出来、做出来、修来是当中的，要来做点照应。哦，信佛新鲜本是万人者，知啊万人心不坚，他都话讲心不坚嘛吼。所以讲，来坚持到底，把握一处三者过渡，即大好的经验啊！那每一步的上天的期望，咱做事该时准时落，用个来年的期望啊，吼，再好的经验。啊，有阵时啊，伫这低温，哦，好，然后低温，吼，高温不好是啥？为温暑啊，吼。所以讲，伫这当中，人低温就爱怎样好。啊，各位当中当然，哦，真正所行来时，一路当然就是借着咱头发一个对象，哦，毋是咱干讲啊，咱就来拜尔，哦，有阵时要干拜尔，其实咱就是要头发性的脚下，当然，你了解性的解释了后，知影来就是讲，哦，头发性的脚下，啊来借着性。哦，幸福的这个过程当中，把咱做一个好的对象，当然顺着伊个步骤，顺着伊个大业当中，咱也会当一天会当幸福制作，恢复咱本来伊这个啊心灵。